你们是谁呀？朱殿，我们是谁呀？朱殿，这里面有鬼，我们都不敢进来。啊，果然是有鬼啊！啊，哦，果真是有鬼啊！啊，我们是看天色已经很晚了，本来想借宿一宿的，却没有想到这里面漆黑一片，实在是瘆人的很啊！是啊，是啊，多年前。 这客栈死了很多的人，你们赶紧出来吧！我是村中的长老，来者都是客。你们要是饿了、困了，就到我家住一晚上。那就打搅了。没事，没事。 电话，真是的！啊，方多斌啊，哎呀，刚才真是吓死我了。这幸好我躲得及时啊，刚刚有好几个怪物过来，那都是些什么人啊？你没事吧？啊？我有什么事啊？哎，不是你干什么呀？ 别动手动脚，摸来摸去的，莫名其妙，整天的，神经病似的。啊，怕你出事而已。那个蜡烛有问题，还好你没有点。我跟阿飞幸好上次那位白衣大侠出手相助。白衣大侠？什么白衣大侠？对，你可有见过白衣大侠？哎，还白衣大侠呢？刚才那几个怪物过来，吓都吓死了，直接躲在这个门后面，连个鬼影都不敢看。 你也不早点过来！你这算是开过荒啊！废话，动手！你猜这回白衣大侠会不会再出手？难道是我想错了？他连剑都拿不到。 不可能是白衣大侠，这果然都能像那女人，就只剩不住了。丁丁花，天无绝人之路，绝起来真没有路。 莲花，你醒醒！莲花，怎么会有这么多血啊？你可千万别有事，我还有很多事情没问你呢。莲花，啊，你千万别死啊！我还有很多事情没问你呢。别吵了，我还没死呢，只是困了。你居然没事，还睡着了？嗯，你在这睡什么觉啊？别叫，来，扶我起来。哎，哎。 哪来这么多血？哎，这对付那么多怪物，能不见血吗？来来来，扶一下。哎呦，哎，谢了啊，也谢了。哎，手怎么了？抓的这么难看。早知道你没事，谁还来救你？哟。
护阿飞。游龙踏雪，象仪太监，你这招游龙踏雪吧，我果然没看错，你就是李象仪。今天我定要杀了你。难道我的文锦锦竟来自贺家那块云铁？那贺家三郎莫非是被师兄？你说你不知道云铁，那你手中这把剑又如何解释？此事另有内情，并不是你想的这样。你说是真是假，自会分辨。这把文锦我也并不知道是云铁所制，原本这把云铁是贺家。怎么谎言被我拆穿了，不知如何解释？还是你现在连骗也不想骗我了？小宝，很多事情我还没有弄清楚，我不希望你因为我说的话心生怨恨。请你再多给我一点的时间。李莲花，不应该叫你李相宜。你我一路走来，只有我对你推心置腹，可你呢？多少次答应我绝无虚言，可到头来是满肚子谎言。论算计人心，谁也比不上鼎鼎大名的李门主。是我看错了你，你今天不给我个合理的解释，信不信我此刻就为我爹报仇？真假难辨。今日你我犹如此地，从此以后只当陌路。若有一天我发现我爹的死当真与你有关，我必定来和你决一死战。
那粮单上都写着呢，那都是我从村子里拿的。这个标记我好像在哪里见过。这个标记是万圣道内部联络专用符号。万圣道云铁甲吴心怀，难怪十年前四谷盟和金月盟大战双双损伤，这些年受益最多的便是万圣道。十年前，十年后，这背后究竟藏着什么阴谋？师兄啊，师兄，你可骗得我好苦。这些年，你究竟在这里面充当了什么角色？休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徒弟打师傅，大逆不道啊！师傅，你觉得自己担得起这二字吗？臭小子，这下手太狠了。李莲花，别装了啊！哎呦，什么情况？哎，我这个肋骨好像断了，你过来帮我看看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你怎么样了？还好苏小优给我一包迷药，不然就被臭小子给抓了。没想到方多病也来了此处，这下麻烦大了。速战速决才是上策呀。小朋友们，叔叔和你们打听点事儿啊，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小远城里有没有叫连泉这个人呀？那或者有没有黄泉府这个地方呀？哎，赵家那边做法事了，去小流水去，走走走。大师，稍等一下，在下呢有两个难题想请教一下大师，不知可否啊？阿弥陀佛。大师，您不是本地人吗？世事流转，贫僧到此已十余年了。这大师不良于行，不知为何会选择来这个小山城呢？贫僧这双腿因山火而断，如今这阎王现世，民不聊生，若能为死者往生极乐，我这一点不便又算得了什么？大师功德无量。哎，大师，在下呢想会会这个阎王爷，不知道大师可否指点我去黄泉府的路。人死都要到那个地方去，施主又何必着急呢？有些事情没有告诉你，真的要和你说声抱歉。你故意到我家来和我娘亲攀交情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这个真没有，之前我只是碰巧遇上了李尔。方多病，我没有杀你爹。这个院子原名叫白水院，白水为泉，难道是黄泉府？黄泉府，难道我娘买的就是黄泉的宅子？如果那些仆人说的是真，死的就是连泉。可黄泉府主武功这么高强，怎么可能随随便便被他妻子情夫所杀？这当中一定有问题。你听过阎王娶亲吗？我怀疑呢，
这件事和连泉有关。黄泉府主十年前位列武林第三，绝招壁中计与沾之化骨。你既然能找到此处，必然也是冲着连泉来的。或者我们可以合作。你是不是觉得没了你我就查不了案子？那岂不是辜负了李门主偷偷摸摸对我的教导了？你那些秘密不可对我说，没关系，自然有人能撬动你的嘴。可能他本来就没有腿。你们看，墙上这具尸体骨架是完整的，可地上这具，腰部以下被旗根斩断，莫非就是牛头马面了？你们看啊，这胸部的骨头发黑，这确实像是中了壁中计的毒者。他们两个人生前肯定是受了不少折磨。难道是黄泉府主和牛头马面闹翻了，将他们二人骗来此处杀了，再残忍分开这对连体兄弟？这个黄泉府主当真是狠毒无比啊。有点奇怪啊。奇怪什么？我怎么觉得吧，这尸骨哪里有点不太对。让牛头马面死在了这里，那外面配合连泉的人又是谁？少爷，我头好像有点晕。不好，这里好像有毒，赶紧先离开这里吧。嗯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动我一个手指头，我儿子饶不了你。李莲花，看来我来得很及时啊。小心，他掌上有毒。杀人者隐于一，你倒是会藏啊。你怎么来了？咱们的事回头再说。改不了。半路杀出阻拦的，和用玉女桥过掌毒的是郎中，他出掌成双。可见白水源抢人的则惯用单掌，另有他人。这人到底是谁？两个油条。哎，好嘞，请放着了啊。相会。大事好定的呀，这抱不住很疼吧？哎，也对啊，我不应该叫你大师，或者呢，叫你牛头，还是马面啊？那日你追我来，用了婆娑布，李门主，你瞒不住我。要是李相宜的话，你觉得你逃得了吗？哼，李门主，你大老远跑到这个小远城来，当与金渊盟的目的一样，是为了罗摩天兵。你弟弟那枚天兵是假的，那我总得验验你手里的这块是真是假吧。李相宜言出必行，我相信你不会恃强夺宝的。你也不用用过去的名声挤兑我，我只验宝，肯定也不会抢的呀。成交。你怎么样了，灵儿？拿上几床被子。是。来，来，小心烫。
慢点啊。你想说是我爹私吞那块云铁，你想说我爹是强取豪夺、趁人之危的小人？我不知道，也不愿意知道，是真是假，你自有判断。给我弟弟疗伤的时候，将此毒运到他的体内。碧茶之毒，没耐心跟你玩了，快给！阳生于木，阴生于金，阴阳转合，江河倒悬。宣之于口，藏之乃心。心口如一，武器归元。元而无一，一则成三。李相宜受伤了呀，去把罗摩天兵给我抢回来。真狼狈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想着骗我？赶紧给我躺下。我这个样子吓着你了吧？你也不看看你现在是什么鬼样子，你赶紧躺下。觉得冷是吧？来，热酒来了。来不及跟你解释了，我想借你的追云杖带他去找关和睦。事不宜迟，你们赶紧上路。小宝，一定要救李神医的性命啊！